南投县立委吴敦义，他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长、立法院长、立法院长、立委、立法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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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立法
正副元首身边的伟安代号也要，尤其是他的副手萧美琴。通警卫士名称就可能用战猫吗？觉得这个名称怎么样？这是你们的建议，你喜欢吗？那你觉得这个名称好吗？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让我用动物。准副总统身份到立院，维安紧盯，马上就要上任。萧美琴警卫士代号，一听到猫，萧美琴脸上笑容藏不住，看来真的蛮喜欢这名字。不过对她来说，可能选项还包含回蓝，因为她长情花莲经营，或是用和美，因为萧美琴是彰化女儿，而赖清德则渴望沿用万里。国安局特勤中心只能给建议，那决定权在。当事人副总统，如果他决定要用战猫，你能说不能用战猫用病猫吗？不可能嘛，他决定了，他算数。不过过去元首多半是用地名当代号，蔡英文永和、陈水扁用玉山，有台湾第一高峰之意；李登辉用大安，倒是马英九中心，代表他击败民进党、重拾政权、中心国民党之意。选择多，就看赖萧怎么翻牌子。TVBS 吴凯李子很酷手枪台北台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